昨天一上线呢，天美就送了一张吕布新皮肤野性能量的体验卡，原价是188点券，特价是60点券的皮肤，跟之前的丁香姐一样。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眼光吧，在我徐木狼看来丑的一批啊，看样子造型应该是属于机车手，毕竟左右肩膀的轮胎和头盔暴露的这一点，但是吧，网上都称之为渣男皮肤。确实这么不经意一看还真他妈的像个渣男，背后的头发好丑啊，眼睛还发着红光，虽然貂蝉是我媳妇，但你能不能正常一点。局内模型更像是一头大蟑螂了，看久了我都觉得恶心。可以看到不论是平 A 一技能还有二技能还有大招的特效，跟原皮肤是没有任何明显的区别的，唯一的变化就是你不绿了，并且是绿的从头到脚彻彻底底的，这回是真的得叫绿布了。以前吧，我们总是各种冠冕堂皇的想给吕布戴绿帽，但这回不用我们出手，官方就直接明明白白的给吕布了一个原谅色。所以啊，这里我们不应该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吕布的这款皮肤，毕竟他是个可怜之人呢。所以徐茂拿去排位实战那局，好巧不巧，我们的中路就是貂蝉。此时此刻无奈的我只能化悲痛为力量，将这一身的原谅色全部都倾泻出去，一个绿色原谅帽大概直接配合峡谷第二绿的绿灵王，直接带走这个绿色的小鲁班。哇，好绿啊，貂蝉你走，你这个混子，我恨你。经过一番疯狂的带线发育，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，玩绿布的话，在没有任何有把握的情况下，就老老实实的猥琐带线发育，因为后期的吕布才是个爸爸。当然我这里早早的就来参团，是因为在这个地形上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DJ 绿羊羊，青青草原我最狂，一道绿光带走两道君，一道绿光带走小短腿，再来一道绿光带走张飞，最后一个原谅帽大概送给凯皇，送他上啊，不分他走位，然后利用二技能光之绿心将他结束，最后一道绿光掌直接带走，毁天灭地，厮杀到手，我个牛批。总的体验下来，这款皮肤的手感跟原皮肤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模型还特别的丑，即便是手肘折扣6元我都下不去手。当然如果你喜欢绿色，那就当我没说，开心就好。